邓太太，怎么又是你们？我知道邓伯需要休息，不方便见客，但是休息中药，营养也是很重要的。不用了，我发的也没什么胃口，不太想吃东西。康夫中的病人没有什么胃口，那是很正常的，但是还是想办法让他吃点东西，试试这个吧。希望能够唤醒邓伯的味觉。这是邓伯怀念的味道。就让邓伯试试看吧，他一定会喜欢。 你快进去吧，要趁热吃的，我们不打扰了。姐啊，我们真的只是来送外卖而已啊。姐，干嘛不走？钱太太。 钱太太，什么事啊？发德吃了一口，马上就叫我叫你们回来。他动完手术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胃口这么好。邓伯，您慢慢吃，来，先喝点水。谢谢。这是我特地吩咐厨房做的，粥好像有点淡，还合您的胃口吗？ 真的很像当年秦师傅的风雨同舟啊！如果也能够同时吃到墨宝鸳鸯，那就太好了。只要您给我机会，我会把您想吃的无双宴一一呈现的。我的立场从来都没有变，只要花花世界能够重现全套无双宴，让我达成心愿，投资绝对没有问题。 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能做到的。不过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我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吃完一道，还有八道，真的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吃一次了。